广告片段系咪好精彩呢？其实系由一班参加咗反腐倡廉广告片创作比赛嘅青少年设计噶。不如我哋而家就一齐听下佢哋嘅创作意念啦。片一開頭咧就 show 咗一個人係即係好老道啊，同埋即係好成個境況都好似好悲慘咁樣。但係咧，但係點樣可以造成佢咁樣嘅境況咧？就原來倒帶翻去咧，其實原來佢係本身一個正直良好嘅青年嚟嘅。咁但係其實原來佢過程之中咧就貪污啦，咁啊受賄啦，咁就即係又被人拘捕啦，咁就導致身敗名裂咯。咁就我哋。以呢個形式就完成我哋呢個片嘅方式咯。俗語話：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每一個創作都係設計者費盡心思嘅成果，從資料搜集到構思設計，最終解決各種難題完成作品，當中嘅過程都令到參賽青少年獲益良多。其實真係參加咗呢個比賽就認識到好多人啦，同埋你會。在找 research 上面咧，會知道很多廉政上面的一啲知識啦。咁其實會覺得可能自己接觸的不多啦。咁一路睇嗰陣時候就會覺得啊，原來仲有咁多，仲有咁多嘢我哋唔知嘅。其實都看到各地的青年咧，佢哋對於廉潔呢一個主題有不同自己的詮釋噶。咁即係佢哋，譬如我哋。澳門區諗的方向原來是跟可能國內關注的事又不同的。今次比賽入圍作品的參賽者都獲邀到粵港澳三地的廉政單位參觀，這一次旅程令到他們對於各地的廉政工作有更深入的認識。因為我們有去到當地一些廉政的地方去看，原來發覺每個地方處理的手法都不一樣，又聽過那些專業人員的講解，我們可以認識得更加多。如果可以的話，我們都很想努力這樣子宣傳澳門的反腐倡廉的意識。即一直在我們的成長裡面，我覺得澳門就一直都很強調著，即由我們小學學那本健康嗰本嘢就已經係見嗰本書已經已經有講到即係澳門有個機構就係 CCAC 一直去即係去反貪啊一方面嘅工作。咁不過喺澳門裏邊啊，咁我覺得即係我哋需要嘅就係即係我哋年青人呢一輩咁就唔好咁容易即係受有啲少少錢咁樣俾你啊，要即係去即係可能做一些你即未至於是傷天害理的事，你覺得很容易即有 在這方面得到利益，但就即傷害了即澳門本身的那個廉潔那種風氣。小我們就經常聽見不要貪小便宜，舉報貪污舞弊，人人有責。不知道他們對於貪污又有什麼看法呢？我覺得即係貪污，我講個貪字咧，其實貪我自己覺得有兩面嘅。如果你好好運用喺好嗰方面，譬如學習咧，你可以貪多啲，學多啲都得，但係就盡量唔好 focus 翻喺金錢上面咯。做人我覺得係可能係要腳踏實地啲咯。有時一啲好快你可以得到好大嘅利益，但係可能換嚟嘅係一啲對自己。好深的影響。最後我們就重溫一下這些既有創意而又富有教育意義的短片吧。就是抌个垃圾咁简单啫嘛。
社會零容忍，我得，你都得。